ゴーゴーダイノー。はーい、快点击这里订阅我们吧。你们快过来呀。怎么啦？你们等等，先闭上眼睛啊。等等，哇，是风筝。这是送给你们的礼物哦。太帅了，汤姆，你是躲着我们偷偷做的吗？我们一起放会更好玩。好开心啊，我们马上开始吧。有风的时候就跑，跑的时候放线就可以了吧。那好。有风了，现在快跑。哇，乐平，要不试下我的风筝吧？不，放风筝太没意思了。维斯，我的风筝快超越你了。哇，这样不行啊！维斯，我去拿回来。朋友们，我做得好吧？好厉害，乐平！竟然弄断韦斯的风筝线，我要教训一下汤姆。乐平，不要弄。我是可怕的霸王龙韦斯。汤姆，对不起，我去拿下来。不用了，反正风筝都破了。那我给你再做一个。你做不了，这座风筝很难的。汤姆，不要伤心了，乐平都道歉了。是啊，我们要和睦相处啊。我的风筝都弄破了，有没有办法把风筝修好？汤姆，你什么都能修好的呀。如果有粘粘草的话可以修好。粘粘草是不是很难找得到啊？我也一次都没见过。汤姆，我去找找看。你不要不高兴了。能找到吗？那当然，我去去就回。粘粘草在哪里呀？早知道就问清楚长什么样。哇，小药龙，好久不见。你在这干嘛？我在找粘粘草。这里应该没有。那你知道在哪里吗？我也不知道，但长颈鹿恐龙肯定知道。长颈鹿恐龙？它什么都知道，它住在山顶的洞穴里面。是这样啊，谢谢你药龙，我去找它问问。好像是这里，里面有没有恐龙？好可怕。长颈鹿恐龙，你出来，我有话要问你。长颈鹿恐龙出来，我害怕进去。谁呀？这么吵。我是过来找长颈鹿恐龙的。长颈鹿恐龙？什么长颈鹿？我是风神翼龙。不是啊，是长颈鹿恐龙。没有什么长颈鹿恐龙。你回去吧，不要妨碍我睡午觉。你先等等，我问问博士是不是长颈鹿恐龙。博士，我找到了长颈鹿恐龙，但是他说他不是长颈鹿恐龙。啊，你在说什么？我不是长颈鹿。哦，是风神翼龙。是啊，我不是什么长颈鹿，我是风神翼龙，但是像长颈鹿一样脖子很长。第二，打开恐龙百科全息图。风神翼龙是白垩纪时代的最大最重的翼龙，你们看看是不是长得很像长颈鹿啊？我也觉得很像。是吧？
你是不是无所不知的长颈鹿恐龙？无所不知？那是因为风神翼龙的眼睛大，脑子也大，所以记忆力也很好。这句话说的没错。耶，找到长颈鹿恐龙啦！但是你过来找我有事吗？我听说你知道年年草在哪儿。年年草在很远的地方。在哪里？我一定要找到年年草。那得要过尖尖的山才能找到。尖尖的山？没办法，你一个人很危险，我跟你一起去吧。真的？反正睡不了午觉了。哇，第一次看到这么大的翅膀。我翅膀很大，所以我能飞得很高很远。虽然我的翅膀小，但我也是飞行高手。你看那里，过了那座山就能到年年草生长的丛林。好远呢，我要尽快赶到。你好像很着急，那只能走近路了。一起走嘛。这就是近路吗？那些岩石看起来很危险。害怕的话你慢一点飞。没事，我对飞行还是很有自信的。那我俩比比看。我们比比谁更快通过那些岩石。那数一二三之后开始。一二三。差点出大事了。我说了吧，你还不是我的对手，我是最棒的翼龙。我也是最棒的棒棒龙翼龙，你想不想看看啊？哇，看到了吧，我很厉害吧？好厉害啊。那好，我给你看看更帅的。我要通过那里。看起来很危险呢。你好好看看飞行专家是怎么飞的。你要小心呢。哎，哼哼，怎么回事啊？救命啊！糟了，风神翼龙叔叔，乐拼，快乐力量变身！我是乐拼，又快又敏捷的翼龙。哎，嘿！你抓住这个，棒棒龙贴钱！救救我！太重了。棒棒龙加速器，我一个人好像不行，棒棒龙帮帮我。知道了，我们马上出动。威奇，爱心力量变身。我是威奇，可爱又开朗的万龙。汤姆，智慧力量变身。我是汤姆，聪明强壮的三角龙。嘿，维斯，勇气力量变身。我是维斯，勇敢无比的霸王龙。让，嘿嘿。乐平，怎么回事？风神翼龙叔叔掉水里了。霸王龙爪牙发射。乐平，把风神翼龙拉到这边。好。怎么办？翅膀撕破了。以后再也不能飞了。风神翼龙叔叔。没事，我可以修复好翅膀。真的？没用的，翅膀破了之后就再也不能飞了。只要有年年草就可以修复好翅膀。对，年年草什么都可以粘贴。那我赶紧去找过来，你们好好照顾风神翼龙叔叔。是年年草，终于找到了。这样真的有效吗？当然，现在等着干就可以了。汤姆，这个也拿过来了，不好意思。没关系，现在不是有年年草吗？
谢谢你们，多亏了你们，我又可以飞了。不用客气，叔叔。嗯，好像都干了。你能重新飞飞看吗？好像很不错。那赶紧飞飞看吧，快点。能飞了，可以飞了，我又可以重新飞了。哇！哈哈！快点击这里订阅我们吧。哇，太漂亮了！哇，还有蝴蝶呢。哼，你们好，蝴蝶，很高兴见到你们。险吗？啊！离悬崖这么近，你们在干嘛？去其他地方玩？嗯，快点！是。博士发现新恐龙了。哦，威奇遇到了很帅的恐龙。第二，打开恐龙百科全息图。翼龙是跟霸王龙一样很巨大很凶猛的肉食恐龙，头很大，尾巴又长又重，尖锐的牙齿是它的特征。威奇，这是一个很棒的发现。嗯，好的，博士，谢谢你。很高兴见到你，翼龙叔叔。叔叔，我是女孩子，叫我翼龙姐姐就可以了。啊，你的声音很像男人。我的声音，嗯，我也想要像姐姐一样的声音。这个不难，要不试一下，我教你。真的吗？你教教我，我也想试试。好，那跟着我做。嗯，啊，呀呼！你能做到的，用力收紧肚子，重新试一下。我可以做到的。呀呼！我现在教你训练时候用的词语，立正。嗯。出发，起步，走，左脚，左脚，左脚。啊，太好玩了！往前走。一二三四，一二三四，一二，啊！你好，蝴蝶。什么？哇，好厉害！我的头上从来都没有飞落过蝴蝶。是不是有点怕你啊？是吗？嗯，我有个好主意，你跟我去个地方吧。嗯。哇！姐姐，安静，安静！我教你一首歌，我们一起唱。蝴蝶呀，蝴蝶呀，蝴蝶呀，蝴蝶呀。你再大声一点唱。蝴蝶呀，蝴蝶呀，快点快点飞过来！黄蝴蝶，白蝴蝶，快点快点飞过来！春风让花朵儿香。笑得那个甜蜜蜜，小鸟也喳喳叫，唱歌跳舞飞过来。啊，成功了！哦，你看那里很多的蝴
蝶飞过来了。你们好啊，蝴蝶，快来呀！蝴蝶们都飞走了。我想再试一遍。嗯，你去哪里？蝴蝶们往那边飞走了。姐姐，我们一起去。在这里。都去哪里了？不知道，我们回去吧。进洞简单，但出去很难的。翼龙姐姐，真是的。这里也没有啊。我们不要再找了，我们还是找找出口吧，这样下去会迷路的。知道了，你说的对。吊挂在上面的是什么？那是蝙蝠，看到了吧？耳朵和尖尖的牙齿。没有啊，我什么都看不到。啊、姐姐，就在你的脸上。我还是更喜欢蝴蝶。别过来！不要闹了，能不能带我们去出口呢？不要，就要待在这里。好，你就按刚刚练习的来一遍，威奇。嗯，你能做到的。全体立正，向出口出发。我们为什么要听他的话呀？我也不知道。听我的口令，走。一、二、三、四，蝙蝠们动起来了，我做到了。一、二、三、四，好棒呀，威奇！我们快追过去吧，能跟上吧？能跟得上。一、二、三、四，一、二、三、四，那边就是出口。谢谢你们，蝙蝠朋友。真的好险啊！是啊，好险啊！现在该怎么办？总部，呼叫总部，博士，能听到吗？威奇，博士，帮帮我们！悬崖太高了，你们不用担心，帮帮龙立即出动！出动！威森，勇气力量变身，我是威森，勇敢无比的霸王龙。皮亚，汤姆，智慧力量变身，我是汤姆，聪明强壮的三角龙。波奇，探索力量变身，我叫波奇，我是迷惑龙。发射铁钳，我抓这边。
没事了，太好了。很高兴见到你，蝴蝶。哇哇！洛奇，不要欺负蝴蝶。知道了，知道了，我去其他地方玩不就行了吗？快点击这里订阅我们吧。小镇的百万玫瑰花节明天终于要开始了。玫瑰花又香又漂亮。你们好，三角龙、剑龙。你们好。你们是在照顾花儿吗？嗯，顺便闻闻花香。我在帮忙浇水呢。哇！啊！到底是谁在我头上淋水啊？对不起，我不知道你在哪里。咦，你是？你是胡氏药龙对吧？对的。我有事先走了。他刚刚好像在吃什么。没错，但他在吃什么呢？不要管了，我们也去帮忙整理花田吧。好的。这里的花怎么变成这样了？花瓣上都是洞，都变得破破烂烂的了。怎么办？明天就是玫瑰花园开放日了。我们先联系韦斯吧。啊，你好，索尔，你们在玫瑰花园啊？韦斯，玫瑰花田这边出问题了，你快点过来。出问题了？好的，知道了，我跟威奇马上过去。韦斯，出动！什么事了？我们来到花田，发现花都变得破破烂烂的，看起来就像是被谁拔着吃掉了。难道是被谁吃掉玫瑰花了？刚才胡氏药龙好像在花田里吃着什么东西。胡氏药龙？那我们快去找找。维琴，你去观察一下花朵的状况。知道了。请问有看到这么大的恐龙吗？我好像没有看到哦。他在那边。他嘴里还在吃着什么呢？看看他究竟在吃什么，大家悄悄跟上我。你究竟在吃什么？没事吧？你们为什么要吓唬我呀？对不起，都怪我太大声了。你刚刚在吃玫瑰花吧？花？你说什么呢？我刚在吃虫子。虫子？没错。这里有专门吃玫瑰花的玫瑰花虫。是虫子。我最讨厌的虫子。这小小的虫子有什么好害怕的？仔细一看，还挺可爱的吧？看看，快拿走！阿仔，你再靠过来，我以后都不跟你玩了。知道了，我知道了，真的很可爱嘛。这种虫子是种吃玫瑰花的害虫，而胡氏药龙最喜欢的就是吃这些害虫了。原来他之前是在吃玫瑰花虫啊。那我们让胡氏药龙来帮忙抓玫瑰花虫怎么样？好呀，我可以尽情地把虫子当零食吃，还能顺便保护玫瑰，很好啊！嘿嘿嘿，哇，太棒了！那以后这里的玫瑰花就拜托你了。明天玫瑰花园就要开门营业了，我们一起把被害虫吃过的玫瑰花都换下来吧。
好呀。真的很感谢大家来帮忙。不客气，以后还需要帮忙的话随时叫上我。花儿以后都不用担心虫子了，因为有胡氏药楼在。谁叫我呢？Go Dino， 嗨，快点击这里订阅我们吧。